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要开箱台服最新的这台腾空车战药双生啊，当初 RSG 的冠军车啊，现在呢也是会在比赛中出现的车子。然后看一下它的特性呢，是 CWW 后的首个小喷可以提升额外最高速度小喷动力加 8%， 而且每次使用氮气延续后的5秒内，氮气延续按下去那一刻开始才算哦的5秒内小喷最高速度加 0.15， 每秒自动集气 3.5%。哦，这个是双生战神的进阶版，但是呢，哦，速度的话跟实用性的话跟双生战神哦各有所长，所以双生战神这个车属实是真的强，而且之后的那个车子呢还可以觉醒，提升它的赛车性能。双生战神那时候提升的很多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的是战药双生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抽出来。OK， 来了，久违的抽车盘。究竟35抽以内蓝帮会获胜呢，还是36抽以上粉红帮获胜？第一抽来了，它才一格。第二抽，哦，三格，还行还行。第二抽三格，第四抽，第七抽，完蛋。第九抽，第九抽了，连第五格都没有。四哦，二十抽，21哦，已经有60天了。我们最后一个至少要留10抽啊，23，所以接下来3抽以内一定要出这个。24来了，有机会吗？还可以，还有25出这个，25出这个，完了完，26出这个，26出这个，26 27出这个，27出这个。哇，天哪，27才出 34， 最后一抽了，各位蓝人帮，我们珍重再见。35，呜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中啦，天哪，蓝人帮大逆转啦，天哪，24%的概率，4.18倍，恭喜蓝人帮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。好，这车呢把它改满了，建议改一个右中左左跟双生一样的改装。基础最高速度小喷最高速度小喷动力，第二个呢是基础动力小喷动力跟极速度，第三个是小喷最高速度小喷动力跟小喷时间，第四个呢是基础最高速度小喷最高速度极速度跟小喷动力。好，再来呢要来测试一下这个车速度了，台服的战药双生啊，这车还挺帅的，车轮胎也是我喜欢的型。基础双喷呢是 247.5， 然后 WCW 的话是293，哦，这个速度快， CWW 是 310.9， 然后 CWW 呢是 323， 然后再看一下 WCWW， 哦，是 315， WCWWW327.5 是它的整体最大最大最大的速度啊。然后再来呢看一下小喷时间，小喷时间的话我记得是 0.69 吧，我记得哦，因为它有特性的话呢还会再加 0.15 秒，我记得是 0.7， 看起来是 0.69 0.7、哦、再加 0.15 的话就会来到了 0.85 的小喷时间，就非常非常的长。好，接着呢我们用这个车来跑一下北海渔场。杀过来，哇，没出弹射哦，这里慢一点。WCWW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侧身侧身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 CW 哎，没关系，这里蹭一个延续，哎嘿嘿，怪怪的怪怪的，不过没关系。
啊，这里再双杀一下。那车子打滑了。WCWW 1,2,3,4,5,6,7 啊，居然没有出两个小分。1,2,3,4 哎，连续 CWW1,2,3,4,5,6,7,8 哇，还是有48哎、欸！北海在双生打得赢机甲吗？那除非你老妈变成了乱讲，怎么可能打得赢？童话打得赢葫芦吗？现在会有刺客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我们现在一骑绝尘连两场 ，Let's go！ 月光之城，死神。续两个，哦，这个车续的话，小分时间很长啊。好，一啊，完啦！1,2,3,4,5,6,7,8,9,10,11,CWW 好主播安安续订环节，安安啊，肯定续订。哇，台服的钻石场怎么那么强？奥怎么飞那么高？完蛋了！哇，还钻石场随随便便月光之城都33欸，太难了吧。 OK， 领先3秒现 A 车，可以了吧，可以了吧，总不可能这样还输吧。比陆服的还难下，那肯定啦，毕竟台服高手云集嘛，国际大战欸。稍微1,2,3,4,5,6,7，W 蓝色，哦，他失误喽！1,2,3,4,5,6,7，1,2,3,4,5,6,WW 1,2,3,4蓝色，1,2,3,4,5哇塞，这个脱飘，CW 这也要拉开它，它一定会失误的。1,2,3,4,5,6,7啊，我一定会失误的。1,2,3,4啊，可恶啊，刚没失误的话就赢了，我恨你日食。看起来没有领先三秒啊，领先两秒吧，怎么这么难啊，天哪 ！Let's go， 出其不意哦，假装在看旁边的赖讯息，趁机按下开始，高速匹配，趁他们在实况延迟的时候呢，进入游戏，逃过刺客的追杀。好家伙，这边配不到人啊，刺客们赶快列队，没有人啦。OK OK， 刺客进来了，蔡小厂给他一个惊讶的表情，他是粉红帮的。OK， 麻烦撞场的请下粉红帮，谢谢。这是
潜规则。弹射。三，哇，这样没续到，差点就续到。一二三四五，哇，你看，哎呀，哎，完蛋完蛋。想办法稳住，还有机会，后面那个要领先三秒是 OK 的。越来越不 OK 了，蓝色。一二三四，溜甩。来看一下有没有能够领先三秒呢？来，敢不敢来一场雾山风影？哦，龙门新村完蛋啊、哦！好像有机会，好像有机会哦，有泰国人哦！哇，这个粉红色的冰魄看起来很危险啊，但没关系啊、哦，我们是战药双生。来了，侧身。稳着稳着哦，一开始先拉开一个大差距。这里弹射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一二顺侧。几乎没看到。蓝色，有哦。哇塞，全延续。运气三十秒，应该有吧？那那个小地图是哪里来的、啊？红点那谁啊？怎么在逆向跑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那是第二圈刚开始跑的人。有啦，太棒了，遇到了这个越南人，成功守住了南邦的硬币。哦，渔场来喽，各位，死神。来了，这场哇，盲断处，一二，哎呀哎呀，没续到，没关系，这里全延续。他路线不好，我有机会。一二三，啊，没有续到，没有续到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一二三，
哇，又断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快 ECU 失误。这里卡他一下，啊，有血是啊！啊！哇，总结一下，总结一下这个车啊、哦，我们这个是来测试车子的、啊，确实这个车呢，延续还是相当不错的、啊。这个型呢，我稍微的还是有点不太熟这个车子，对，再加上平板呢，有时候有点断触的、哦，跟车子没有太大关系，整体还是一个还相当不错的车子啊。哦、想抽的这个观众呢，没有双生的可以抽这台，小喷时间呢相当舒服。